生嘛，对。张开嘴巴检查口腔，他们是正为大爱台二期工程努力的劳工朋友，忙碌工作之余也不能忽略健康。根据国建署资料，嚼槟率较高的职业以驾驶和营建工等比例最高，都在30%左右，原因是需要借此来提神，但他们也是比较容易忽略口腔健康的族群。这次检查对啊，他检查结果怎么样？不错，由正面检查当然检查最好了，比较安全啊，放心啊。而口腔癌不止好发年龄落在中壮年35到55岁之间，死亡年纪也偏低。口腔癌它是我们近年来十大死因，尤其针对于中壮年男性来说，大部分口腔癌罹癌者的死亡年纪都大概落在55上下。如果经过筛检呢，筛检早期发现达到75%都是早期的一个癌症，可是如果没有筛检，50%都是晚期。呼吁大家多多筛检，但今年又因为疫情，筛检比例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40%，因此国建署为了守护劳工朋友健康，推出揪团30人就能申请免费到工地进行检查服务，让预防胜于治疗。台新闻林颖婷、柯信智台北报道。